怎么了？是我手法又不对了吗？你要是他，那该有多好！你想让周氏亲自给你按？怎么穿着衣服就睡着了？啊，昨天晚上有喝那么多吗？ 喂，李明成，今天我先不去公司了，公司的事情你跟魏安先处理吧。好的，董事长，你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吗？没事儿，好好工作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小裴，哎，周师姐，你把这部分按照我的批注修改一下，然后拿给薛总签字，知道了吧？周师姐，有人找您预约，叫什么呀？魏青。 所以魏总这是打算去上绝办公了吗？是啊。那云马的工作呢？有李明成跟魏安在就够了。哈哈，可是你也看到了，我的办公室就这么大，没有多余的地方安排魏总。我看这儿就挺好的，凑合一下呗。小裴，周师姐怎么了？找两个人搬个办公桌过来。好的。 魏总，稍等，办公桌马上就到。那就谢谢周特助了。那个，昨晚你什么时候走的？衣服刚刚就走了。你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？你喝多了睡着了。睡觉。周师姐，东西到了，放哪儿？放魏总这儿。好了，出去吧。 怎么样，这个办公桌还合适吧？合适，看你刚刚好。那就慢慢看，我还要办公呢。想气我是吧？我偏不生气。 什么时候开始瑜伽呀？你先挑一下你喜欢的吧。这件就可以，开始吧，怎么瑜伽？那你过来。你要是敢有任何龌龊的想法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野蛮前女友。过来呀。 好的呢，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头部按摩呀。就这个。你今天废话怎么那么多呀？快点开始。手法不对，用点力。怎么了？ 是我手法又不对了吗？你要是他，那该有多好！你想让周氏亲自给你按？不用，他只要能够陪在我身边，我可以每天每天都见到他就够了。我困了。
想睡了，你能陪我到睡着再走吗？好。你都看到了。他当时喝多了，好像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，一个幻想出来的周氏。这种事情本来不应该告诉你的，考虑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，我觉得你应该知情。卫青他有轻度的臆想症。臆想症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在你走后的半年，他就开始出现总能看见你的幻觉。后来找我治疗，我开了药吃了一段时间，仍然不见好转，而且我反而觉得他还挺享受这种幻想的。可是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？相思成疾呗。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你回来之后他还会发病。虽然不该问，但是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别扭啊？也没有。周氏，他之前的过敏症就是你给治好的，这次的臆想症还是要靠你了。你是他的心药。那我要怎么做？你还喜欢他吗？那就继续爱他，他很快就会好的。忙完了吧？吃饭去。我不饿。这次双年展除了吴征，还有很多新锐画家的作品要展出，必须要落实合同和敲定他们的参展作品。两点前我还要赶到画廊商讨展台的布置方案。工作量这么大就更要吃饭了，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吃完再去画廊。没关系，我有这个。你每天就吃这个？嗯，反正我也不喜欢吃饭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以前我追你的时候送你什么你都无动于衷，唯独吃的你抵抗不了。现在你告诉我你对吃的不感兴趣。人都是会变的，不是吗？你要喝咖啡吗？我去给你冲一杯。